黄大佬，他说现在空中啊，两点 A 跟 B 啊，啊现在空中的所有点啊，它满足 P 到 A 点的距离 ，P 到 B 点距离一样的那些点所乘积的，那这些点所乘积哈，刚好什么？刚好是 AD 线段的垂直平方面，所以我就现在哈，就以 ADA 当这个平面的法线方向 ，OK。我就当成是 P 点所乘集合那个平面的法线方向，哦，法向量等于 AB 嘛，或者 BA 好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四，哦，这个减这个，啊，再来是一减七是负六，哦，啊负三减负十二，哦，啊它法向量可以写成。二负三个一，好，然后它通过什么？通过 AB 的中点，往 M 往这一点，等于二分之 A 加 B， 等于多少呢？这等于是二分之一号 A 加 B 零，八，这是负八了。所以等于零四啊跟负四，好，所以这个方程式哈，就二 x 减三 y 哈，加进等于 k， 啊 m 是在这个平面上带进去，我这等于多少？负三乘以四，加上负四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负十二，负十六。所以这个方程式可以写成2x 减 3y 加 z 等于4。